你知道我四岁上康熙 的影片一段的一直被拿出来吗 ？I know。而且那段影片我超丢脸，我一直在挖鼻孔，然后你一直在唱蝴蝶蝴蝶，是不是很丢脸？我唱蝴蝶蝴蝶是要给你听吗？对啊，我就一直叫你再唱一遍，再唱一遍。是我小时候很无赖，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You're dragging on, your heart's been broken. As we all go down in history. Can 吃饭了，来把那两个小伙子叫来呗。I found my loving bird. 好开心哦！你们做就很了不起。感觉我们很负面哎，超级不乐观。嗯，好好吃哦。真的。嗯。你在忙什么啊？快来吃吧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都是你们的，昨天煮多了面。明天开张啊，我们开业大吉啊。所以明天首要任务先去老奶奶那儿去看她的寿驾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准备开幕的东西嘛。那目前我们开幕是想说你们两位。就是表演你们的歌曲，然后我会先做开场，我会说 ，Hello everybody, today is a big day to us because our flower shop opened today。他已经开始设计他的演讲稿了啊？那您的演讲稿对你已经开始设计了？没有，我就是大概想说，我大概脑中走一遍。你的英文名是什么 ？Evan， Evan， Leo Ghost。Evan? Evan. Leo Ghost. Leo Ghost. 那我要写首卡。我帮你写好不好？好。Welcome. Let's welcome Evan and Leo Ghost. Leo Ghost. 不好意思，我有个疑问，就是刚刚那一串感觉像是夜店开幕。他指引你，太直接。完了。你讲一段，你觉得花莲开幕该怎么讲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觉得这样没有问题。所以你们看，我会觉得我真的很像40岁的妇女吗？